赛前谈话这样。要呛下来。呛下一下。林大哥，为了题目，我刚刚一直要打一款消耗我钱。对对对对。所以呢？我觉得等一下应该会输。怎么？哎，哪有赛前就这样的？士气已经弱掉了。那先消耗一下体力啊。好，换林大哥讲。这支费德勒拍，果然他打球非常有那个费德勒风格，有没有发球？很帅。有没有呛下一下？对对对，你看我有张德培拍，然后这个这是 Roddick 拍。哇！这表示我综合两者之大成。还有一只沙窝拍啊，没有拿来。所以你要学索隆，嘴巴也咬一只，咬一只拍子吗？所以你要准备等着害怕了。好。好，开始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那你要哪一边？正面。正面哦。正面，正面，正面。正面。好，正面。OK。我先发。OK，OK。好，那直接开始哦，不客气哦。先讲一下，如果说不小心吃药蛋，你会认为是我吗？那要吃水煮蛋吧。这样子吧。那，不客气哦。
好看。Thank you.